小白如何假装自己会来抢地鞋，点赞收藏别错过。首先左手摁住二弦三把位，一二三指，右手呢正常的上下步，简单吧，合一起来，然后咱们只需要增加一点点难度，把攻速加快，左手和右手配合在一起就 OK 了。最后加一点点细节，想知道这一点点细节怎么加吗？进我的小助理报名我的体验课哦，关注我，快乐学习，学习，关注我，学琴不走弯路。